下面掌门分析另外一位人物武松。武松是英雄，而且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这一点是所有的读者应该都是公认的。他甚至被认为是整部《水浒传》小说里头最崇高的一位英雄，堪称神人。在《水浒传》小说里，武松的出场与众不同，他是因为打坏了人，躲避在小旋风柴进庄上已经一年多了。在柴进庄上窝了一年多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所以经常醉酒使气。小说写道，众人只是闲谈，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。柴进虽然不赶他，只是相待的他慢了。小旋风柴进还是仗义疏财，接纳了很多江湖好汉，但是经不住一年多的时间，武松一直待在他那，所以就慢慢的就怠慢了。这个时候武松要走，感觉到人家怠慢他了，待着也没意思，没想到呢又染患疟疾。所以武松这个时候出场真的称不上什么英雄好汉。碰巧宋江也因为杀了阎婆惜，流放途中经过柴进的庄上，柴进当然以贵宾来接待宋江。宴饮过程当中，宋江又躲一杯酒去解手去了，正好脚步垫接的，因为喝了酒了脚步不太稳，只顾踏去，刚好踏到了这个碰到了武松。小说写道，那廊下有一个大汉，因看疟疾挡不住那寒冷，把一鲜火在那巷，还疟疾会冷，所以要烤着那火。所以宋江正着火仙饼上把那火仙里炭火都掀在那个大汉的脸上，一脚没抬稳吧，没踩稳吧，把它掀在他身上，所以那汉气僵起来，把宋江呢劈胸揪住就要打。所以小说这里头写武松的那种粗鲁使恨写得栩栩如生。那么正赶上这个时候，当然柴进就赶快赶过来了，当着武松的面就介绍说，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及时雨宋公明。武松一听说那头便白。而柴进介绍武松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武松是清河县人士，姓武名松，排行第二。宋江反正是见人就熟的，所以他就这么客套地说了，说江湖上多闻说武二郎名字，不期今日却在这里相会，多谢多谢。所以你可以看出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，却偏偏以那种潦倒病态的样子出场。这种出场的写法，英雄出场的写法，过去的评点家专门凭这样的一种叙事方法叫做反跌，那就是要阳欲阳先抑，先写的武松不怎么样，但是一出场在宋江眼里看起来可就完全不一样。那小说写宋江在灯下看那武松，果然是一条好汉。下面就是韵文的人物赞，写了武松那种身躯凌凌相貌堂堂，在宋江眼光里头看到一个宋江个子不高但一坑的武松，是吧？这个人高马大的。最后这个人物赞最后两句值得特别注意，如同天上降魔主，真是人间太岁神。所以写到武松在宋江眼里头，也是在读者眼里头像神人一样那样的一种状貌。这种神人的特点不仅仅是宋江这个时候看到了以后，叙事者借助于人物赞加以歌颂，而且后头比如说在安平寨的牢城营里头，武松把那青石墩巨大的青石墩一抱一撇一提一掷一接，那就立人扛鼎了。这个时候诗人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，兄长真天神，说他真是天神。所以其他的那些囚徒们一看，原来欺负武松嘛，现在一看这家伙真了不起，就称赞武松叫真神人也。所以
整个小说当中让武松一出场给人家的一种直观的印象，打动你，就是这种神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。